Next day， 我是谁啊？我是唐唐，我是九恩，我是张胜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竹北海水浴场。好吧，这个海边呢，离我们家还蛮近的，差不多十来分吧，快二十分钟就到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要感谢 Edwin 赞助我们这个冰河浴加机库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水球大赛，耶、yeah ！我们看看能不能穿这个冰河浴加机库呢，来完成这个挑战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今天的水球大赛呢，跟一般想象不太一样。我们这次的挑战是这样子，有没有玩过《马里奥派对》？它其中有一个关卡是这样子，球过来然后用去戳啊，水果，水果这样戳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戳中球的分数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分数叫做美感分数，就是戳中的时候那个姿势，还有那个水花，都越漂亮的话加越多分，好不好？看谁可以成为今天的戳水球大赛冠军。OK， 好。那比赛马上开始。Go！ 那我们第一位挑战者是妈咪。三二一 ，Go！ 好了，妈咪的部分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给她一个水花分数，好吧？三二一，请给分。七分，八分，八分。好，下一位谁？刘璇。我。好，下一位淘淘。看我啦！好，对，看我。哼。好，第二位挑战者晨晨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。三二一 ，Go！哦部分结束了。好，水花分数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八分，九分，九分，哦。耶。稍微高一点。厉害吧？第三位彤彤，再来一个。好呀。要准一点吧。好了，好了，部分结束，因为他连一颗都没有抽到，还是一样平分，好不好？水花分数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六分。好，最后一位换我了，准备开始 ，Go。哦，连上。六分、七分、九分，这抽得很好。妹妹就抽得很好。妹妹刚刚你抽到了嘞。那是风的关系，不是？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搓水球大赛的冠军就是晨晨。那我们今天的搓水球大赛冠军有一个奖品，就是可以拿水球吊吗？好了，那我们游戏玩完，还是要把环境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把这些水球残渣啊，都把它捡起来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这个竹北海水浴场其实垃圾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就顺便净一下滩。对啊，净滩一下。就有这种保特瓶罐啊，或是包装，我们先把它捡起来。那个绳子把它捡起来。蛇吧，不是蛇了。看其实我本身呢，真的很少很少穿牛仔裤，因为牛仔裤它穿起来就是闷闷的，还有硬硬的。然后本身又是一个追求舒适的人，好不好？所以平常我都是穿运动球裤出门。对啊，他连重要场合都给我穿运动裤。对，
超舒适的。不过自从我穿过这个 Enderby 的冰河玉加肌裤呢，我真的觉得还蛮惊艳的。我今天穿的是冰河玉加肌裤的锥形裤型，适合臀跟腰落差比较大或是大腿比较壮的人，然后穿起来整个腰臀的线条和身形都会比较好看，然后腰间的肉啊都会被藏起来，又帅又有型。Enderby 牛仔裤啊，有各种不同款式的男女版型，无论什么身形都可以找到最修饰自己线条的裤款哦。然后这条裤子最特别是它的玉石纤维材质啊，跟一般的化学连杆涂层不一样哦。不止经过 QMAX 测试，可以有效降温，网眼织法呢也让裤子有弹性又透气，而且很耐穿，就算洗很多次啊，还是可以维持机能哦。然后呢，我今天穿的是 Enderby 冰河玉加肌裤的小直筒裤型。这种修身的小直筒裤穿起来显瘦又好看，而且可以让腿看起来更修成笔直哦。而且一般的牛仔裤比较没有弹性，像我们今天做这种玩水的活动，跑来跑去很不方便。但是这款冰河玉加肌裤弹性超好，不管是跑步还是跳跃都伸缩自如哦。这件牛仔裤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因为它使用冰河玉 Jersey 凉感面料，透过纳米技术将晶体萃取成微小分子，当肌肤接触面料时，晶体与 Jersey 六角透析网眼就可以透过热传导，将体温和汗水快速的排出体表哦，所以穿起来就特别的干爽又凉快。像成人跟童童的上衣啊，也是 Enderby 的支线品牌江户顺的哦。好啦，那我们 Enderby 的六月活动呢，只剩下最后三天哦，你只要单笔消费满6600可以现抵1000元。啊，如果你是 VIP 的话，可以现抵1200。还有，你只要在我们这支影片下方留言“冰河玉就是酷”，我们就会抽出5张 Enderby 的优惠券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，见哦，分享再见哦，拜拜。冰河玉加肌裤，加肌裤，冰河玉加肌裤。